我们不是一个宗教道场，我们不是一个庙，也不是一个道观，也不是一个基督教的礼拜堂，我们是一个教育机构。这个教育机构呢，我们的中心教什么，真正的人活着需要什么，包括对一个普通的食俗文化的一个追求，那也包括了对身体健康康复保健方面的需求，更主要是对生死的一个认知的需求。到底我要明白我到底死了会有没有灵魂，我有灵魂我会不会转世，紧紧地贴在人的生命这个本质上，就是帮助人这个方面的教育，怎么样去教育他们，让他们达到这个目标。那这在古代呢叫圣贤教育。圣贤教育呢在古代呢有几个代表人物，他们都是实实在在的人，佛家的代表人物释迦牟尼，道学的代表人物老子，儒学的代表人物孔子。那在西方呢有这个耶稣基督、伊斯兰穆罕默德。中国传统文化中认知五大圣人的教育都是圣贤教育，因为他们教给了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，就是要认知过去现在未来你是谁。古代叫圣贤教育，我们现在叫终极智慧教育，终极到最后就是生命的关怀。那么我们为什么办各种法会，为什么跟各种宗教机构去合作呢？圣贤教育在经典中保留着，在这个实用技术中可以帮助人清心消业，帮助人利用这个诸佛菩萨连通的这个力量来觉醒眼睛看不到的世界96%的力量，来帮助人让大家改变改造。不是我们在传宗教，我们的总纲就是教育人改造人，从一个凡夫改变成圣贤。